咁咧係咪如果話即係啲金融股比較起上嚟，你都仲係會比較偏好2388多啲？其實嘅幾隻都係算強嘅，即係如果你打開2388個圖都係唔差嘅，即係到呢刻起碼都比起個市一定強好多先啦。咁同埋都叫站喺啲均線樓上啦。睇法上講，其實就幾隻都係屬於正面啦。咁但係過去都講嘅，當然啦，如果你本身揸住譬如2388為例，咁我覺得冇必要又突然間啲咩轉變，譬如改揸回控啦，即係但係同一個板塊嘅話，差唔多睇法。咁但係如果而家未有嘅，咁我諗如果真係從一個啱啱開始選擇嚟計咧，匯控都有佢嘅吸引性嘅。始終因為上一個年都有講過，譬如中銀香港，我諗而家少少叫多啲啲嘅風險因素咧，始終佢個業務係比較集中喺真係可能香港為主咯。咁特別過呢一季可能更加受到疫情影響會更加明顯啲添。咁同埋另一邊相佢如果講受惠個息口上升嗰樣嘢咧，佢又冇匯控咁快住，因為你睇跟譬如中銀香港呢啲可能跟香港譬如 HIBOR 呢啲啦，咁始終你睇翻香港個銀行體系結餘其實相對仲係幾充裕嘅，咁所以個 HIBOR 其實又唔會有個好明顯即刻好大幅更新嘅情況住，咁所以如果你話中銀香港更加要長線少少咯，咁但係如果你話放一個真係睇而家呢啲情況上講咧，咁匯控嗰個直播空間又會係大多些少先咯。